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大家收看和参与空中频道家庭祭坛。教会希望透过家庭祭坛的计划，可以使到家庭的关系更加的美好和幸福，并且能够清楚地明白神对我们和对家庭的使命与心意，让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更加的和谐与美满，实际的活出天国在我家。以下有三段的经文，让我们一起来宣读。第一段的经文取自于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节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么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第二段的经文取自于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：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第三段的经文取自于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：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愿神祝福大家。